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四，也是旧历这九月十三。根据通俗的记载，明仔这财位哦，在正西方，好时是下晡的三点到五点。下这祭祀，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来看的是这个建国科技大学哦，讲去参加第九届乌克兰发明展，是来得到这五面金牌、五面金牌加四面特别奖的好成绩。这创新的高科技设计哦，嘛好学术加这产业会当快速来结合。使用的发明是予建国科大学生伫今年乌克兰发明展当中得到评审团的肯定。有厂商看到学生的创作力，是特别委托学生来研发自动化设备，降低成本。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就是一起合作，帮他设计出这台机器这样。因为手工的话，你需要人力，你就是需要去做，而且人不是会有休息时间吗？譬如我们八小时可能就要休息，可是我们自动化机器是说你放着。你二十四小时，它都在生产这样。对了，学生作品得到肯定，老师发明嘛，赶快就注目。唔啦，得奖嘛，来就是乌克兰当地电视台报道。在拿雨伞的时候，可能会具有危险性嘛。啊，如果有这个 LED 把它加上去的话，可以增加的安全性，这是其中一个。第二个呢，通常 LED 要做这线型的是二极体，比较难，有技术的困难。我们把现代的科技结合传统的产业，让这个产业能够发光发亮。一个老师设计能量胶的固定器，要让美容师在帮人客做 SPA 的时阵更加便利。在操作的时候它要加热，要加到差不多65度。那如果说美容师用手这样握着的话，会烫，没有办法握那么久，这样操作没有办法操作，所以说我们就去设计一个这个固定器，这个固定器就利用吸盘，可以把它吸住吸住呢，我们这个美容师呢，它就可以这样子拿来滑动，它可以很好的操作。对，因为这次参加发明展的作品拢真生活化，才得到评审团的肯定，副校长指出，就是希望借着生活化的创作，让学生会当提早甲产业界接棒。大众新闻电视梁中华采访报道。那再来哦，这挂秀水高工建筑科的学生嘛，真厉害哦。讲搬这三四千地砖啊，甲个画设计图了后，是安尼哦，一地一地豆豆伫咧校园起一片这树海广场。其中讲这上个困难呢，就是爱将这长高型的砖啊，甲个切割成这直角的形状以及圆形拱门，家己亲手来起这个厝，和学生拢讲，比伫个这课本顶面哦，学到的是搁较济。秀水高工建筑科的学生是真认真用机器伫咧切割砖啊角，半个学期左右，然后大概用掉3到4千块的砖块，然后这总长大概有十几公尺，然后高大概3米。拿红毛土，然后将红毛土抹伫咧这红砖墙顶悬，一块一块豆豆啊贴砖墙。有那个有一个设计一个圆拱跟一片竹林，然后所以就叫做树海广场。学生讲，这个红砖哦，树海广场除了将四四角角的砖啊角哦，切做这直角啊造型困难以外，上届考验到因的技术嘞，就是这个圆形的拱门。要画图，要放样，然后还要切角度，然后再慢慢这样一面一皮一皮的砌上去。完成了后，为着要试看卖敢有用，学生是爬起哩顶悬跳站，双手画伫顶悬了，吊看卖敢会崩起。那个是要做一个模具，然后下去那个支撑那个砖块，然后你如果没接好的话，它就是如果没有接好的话，它就是会掉下来，整个就会垮掉，就要重新再组一下。在这样上来的这个阶段的话，从底下上来的时候，其实学生要慢慢的去做调整，他只能一层一层的一直要调整上来。边环的砖啊，甲伫咧秀水高工学生的手中是变加真无边环，卖以为砖啊甲只会当动作是建筑材料，由新一变变新艺术品，嘛替校园哦增添真好的景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
好，过来哦，即马咱台湾的这个失业率哦真高，不过即马有一个职业真受到欢迎，就是修理机车的技师，因为这两个半月哦，就会当来摕到这丙级的执照，也阁有人哦规划要来开店做头家。不管是换机油或者是保养，这些简单的机车修复工课都是职业训练的基本，当然也有拆引擎等更加高级的训练，也都是县辅导工处甲中华商业会开办职业训练班的课程。参加学员讲，时机无好学一个技术，对未来就业也有帮助。想要学一技职场啊，哎呀，啊，创业嘛较好找啊，啊，以后家己我倒摆就是算嘛是别人创、别人服务嘛是家己修理。就是机车行应征过，啊是那老板就是建议我说，先来这边学一学，再去他那边，他至少知道我学到哪边，这样子对吧？啊，不然以前就自己去摸一摸，然后就顶多是换机油什么那些而已。啊，来这边还学蛮多东西的，就气缸那些什么的都有学到，对吧？冒中年想要转嫁民众来学，等于看到台湾，特别是咱中南部地区，会当讲是一个人一台奥托拜的市场，所以希望会当开一间属于家己的机车行。做水电啊，啊，感觉这做起来较袂遐忝啊。嗯，啊，想讲老啊，做较袂忝的工作啊。上班去上班要这样来骑车来回，觉得如果是自己开店的话，会比较好啦。负责开办职业训练的商业会指出，还是一级之中以后，唔难协助就业。如果有兴趣家己开业的学员，商业会嘛拢会积极协助。毕竟低保景气的时代，只要一级之中，就唔免烦恼无头路。大众新闻中，谢良中华采访报道。即阵新港乡的民众讲起报名即个乐联学习中心的课程哦，一届会当学到真侪项的才艺，收获真侪。马上回来。